大家好哈，我是一木小圆，今天有两个朋友过来找我玩啊哈，两个也是大咖，一辈子万粉丝了，很厉害啊，我就蹭蹭他们的热度，这上了赶集啊，得了几十号哈，请他们哈个羊肉串什么的，安排。10点多了，快八级了，去找个羊肉汤摊儿哈。这是俺这个地方比较有名的羊肉摊儿。你排哪里了？很好哎，感激了。有啊。人吃的好的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吃这个香辣饭。对呀、啊，吃的好的。他们昨天苦头的汤嘛，一碗不了。哦，大肚子。羊头有。羊头有。哎，俺这个羊，俺都是自己处理了。都是肥油，这都是流水的。两碗就行哈。哎。看着就香。哎，看着香。那个油，那还定位正经。哎。定位多少点的？李水，啊，一条家乡的大饼啊，两块，家乡的大饼，这是大烤饼哈，好，啊，一碗你先吃吧，一碗小肚子上，你们那边吧，我在那边，啊，来，你送一碗吧，啊，可以先吃，可以先吃，等会一块，你这边也说可以啊，那边也说可以，哦，行了，来了，好，咦，他说那可以组装一点。哎呀，那好，你着吃了呀？谁着？你自己着，着吃的，自己着点。那跟杜老板说了一嘴，还得那个哈羊汤，还得先泡上东西，把大饼泡上，泡完再加汤。加盐。这羊肉还行哈，杜老板。可以，行吗？可以。可以啊。嗯。这油也不少。嗯。那是5块钱一碗，现在这油价的货真不上多了。一般哈羊汤就25-30一碗。嗯。不过汤是外加，你加芝麻汤挺扎实。嗯。下回来再不要羊肉了，光汤行吧？行。那老板愿意不？好，免费。老板说走吧。哎。你都发钱了啊？行了吧？羊肉什么？嗯，不吃不上，不上，我这我也吃不上。哎，上你哈，你自己出来，管啊，真是。别管我。走。然后这个鼻子得用。